也许听起来难以置信，不过请听我说完。起初是在非常外凭空出现的一道白光，非常刺眼，能在你的视网膜上烧出一个黑色的影子。它是什么？从哪里来？只有我能看到吗？ 就在我觉得我能找到答案的时候，他又出现了。这次好像是在飞船的里面，于是我闭上了眼睛，但还是可以看到。我在返回前向总部报告了这件事情，于是我就被隔离在了这个地方，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。 听过有一种东西叫濒死体验吗？说的是当你快死了，或者还残存一点意识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自己坐在一列飞驰的火车上，窗外的画面飞快的流逝、扭曲，直到只剩下白色。你没法下车，你被束缚了。 这火车就会这么永远的开下去。你真的死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或者说这个宇宙，就是一个大鱼缸，你看到的。 或者说被你看到的，不过是一系列折射过的光线，最后到达了你的眼里而已。它们并不属于我们这里。我有些怀念在太空的那些日子。 星星在我眼前闪耀，我像一个无暇的婴儿，回到他们之间。